我叫小奈，因为爸爸妈妈要出差几天，所以我要来哥哥家住几天。这就应该就是哥哥家了吧？敲敲门吧。进来。哥哥，你好呀。那是你睡觉的地方。哦。挺多钱的呀。还有不能去二楼？为什么呀？不能去就是不能去，哪来的这么多废话？那好吧。我有事出去一下。哦，好。哦，哥哥终于出去了，我自己参观参观吧。这里怎么是被封住的呀？不行了，我好奇心太强，还是去二楼看看吧。怎么被锁住了？钥匙应该在楼梯下面，手挖不开啊！去小卖部买个镐子吧。动作要快一点了，哥哥马上就要回来了。老板，买个镐子，多少元？100，给您放箱子了。还真在楼梯下。啊，这些是血，这个又是什么？这些是尸体，难道哥哥是个杀人犯？哎，下次来探索了，哥哥要回来了。速度要快啊。哎，我这猪头钥匙要放回原位。未完待续。哥哥马上就要回来了，赶紧装睡吧。小奈，我回来了。哥哥，你回来了呀。我不在这的时候，你应该没去二楼吧？我怎么可能会去二楼呢？哦，那好，没去就行，很晚了，你快睡吧。哦，好的。心想，我怎么可能会听你的话，不去二楼呢？第二天早上，我该起床了。嗯，哥哥呢？该不会出去了吧？那正合我意呀，赶紧拿钱去买点东西。老板，买一把斧头，一个监控，一个电脑。在箱子里，你自己拿吧。多少元？250元。给了。现在把它装到二楼吧。嗯，我镐子呢？该不会被哥哥拿走了吧？只能再去买一把了。老板，再买一把镐子。多少元？50元。方朗。哪里好呢？就放着吧。现在就得去连接电脑了。还好我早就在房子后面挖了一条地道。就是这里了。
好了好了，现在得把钥匙放回原位。放好了，赶紧装看电视。未完待续。小奈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哥哥，你回来了呀。等一下，我要上二楼，有事你别跟过来。哦，好，那我找朋友玩吧。心想，这不是好时机吗？先等哥哥上去，我再走吧。哦，哥哥终于上去了，我也得去我的秘密基地了。哈哈，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，都给我死。哥哥快要下来了，还有怎么哥哥这么忍心啊？没想到哥哥真是个杀人犯啊。再继续观察一天就报警吧。哥哥，我回来了。我去看电视了。未完待续。我有事先出去一趟。哦，好的。哦，哥哥终于出去了。正好小卖部上货手机了。我得买一部告诉妈妈去。老板，买部手机。刚上货，在箱子。多少？2000。先连上我的系统吧。终于连接好了。连妈妈都不相信我，那么我得告诉警察了。把证据拍下来，告诉警察吧。好了好了，好了，报案成功，就等警察来了。您终于来了。请问你的哥哥在哪里？在家的后面。好的，我们会尽力抓捕的。哈哈，你终于被逮到了吧？你个小兔崽子，居然敢报案。呵呵，